实验一，少了谁也无所谓。Part 1。来做个实验，在史特拉温斯基的火鸟组曲中，我们把几个重要的配器抽掉，体会看看到底相差多少。先来听听看正常编制的乐曲原貌。我们刚刚听到的是这首组曲的开端序曲，作曲家以阴暗的旋律勾勒出烟雾弥漫的宫殿景象。你可能以为一整个交响乐团少了谁也无所谓，就让我们来听听看先把大鼓拿掉后的声音。少了大鼓，连心脏跳动的频率都不同，心悸的感觉也消失了。接下来，我们请低音提琴们休息一下。这次心悸的感觉回来了，但乐曲的厚度及支撑却不见了。在交响乐团中，大鼓和低音提琴主导节奏与低音，就像是一个建筑的重要地基，能给予和声有力的支持。如果少了温暖的低音，乐团会像是一座不稳固的建筑物一般，那么少了华丽的高音又如何呢？